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，好吧。他已经把那个猪猪给开膛破肚了。他已经把猪猪开膛破肚了。他别吃到里面的那个棉花，你小心看着点。棉花应该不会吃的啊！好可怜，猪猪终于被他吃掉了。哦，小猪猪，哎呀，场面过于血腥。哎呦，太远，好可怕哦！原来你是这只这么暴力的狗狗。要买过大的玩具。猪猪，给他再买不就好了？猪现在猪，有好多那种1米左右的那种玩具，买这么大的吗？汤圆，这么大的他玩